我们在唱歌的时候，只要掌握这几点，就不至于会难听。第一点是咬字需要相对标准，第二点唱歌不能跑调，第三点能跟上伴奏，第四点声音位置保持统一。跟着我打着拍子一起来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走，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。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，你的那一句誓言来得轻描又淡写，却要放我这一生再也解不开的结。我们先学习主歌部分，学会了之后下个视频我们学习副歌部分。如果喜欢我的作品的话，请给我一个双击，同时帮我转发出去，谢谢。